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Mega， 欢迎回到我频道。然后发现我现在身处在一个山西小卷儿，那个卷儿一定要卷舌卷儿。我会来这边主要是因为现在是夏天，我想要泡水消暑一下。那我觉得这边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啊。好，然后我看这边的鱼种应该有马口、西格，我还看到蛮多鲤鱼的，所以今天非常有机会可以钓到很多种鱼。不免俗的，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装备。那我的饵呢，一样是使用台湾失传已久的台式飞鹰钓，一个柱头器，后面接四个毛钩。好，再来，为了应应这一次的钓友，我特别去买一把鳟鱼竿。这种鳟鱼竿非常短哦，非常适合在这种狭小的环境里面做钓。好，各位，我现在看到一个标点，那标点非常漂亮，大家也看一下。现在上面那边，那边是一个水缸流下来的地方。所以说鱼非常有几率在那边躲着，然后等着留下来的食物。现在觉得蛮，而且我现在看到非常多鱼蛙在那边跳来跳去。它可以注意那个白色柱头器后面，我会发现一个很多小水花在那边追来追去，那就是鱼在后面咬。这是一只小马口啊，你要叫它一枝花也是可以的啊。观察一下，一枝花，非常可爱的新鱼哦。这只体型还算是小的，好了，不要紧张，放你回去了。走，嘿，不知道是。一枝花。随钓随放吧，来放。走。哦，这是肥，但是超肥的。哦，这是刚刚比，这是比刚刚那只小一点，是。也蛮肥的，而且感受得到它的拉力哦。就是一只花马口。哎，算了，拍到了。中鱼哦，来，又是一只小马口，来放一下。这只不是马口，是西哥的样子。靠，看，各位看一下我的脚，什么时候跑一只天牛都不知道。给我起来啊！要把我的脚，天牛，是天牛，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名字。那刚刚可以听到它身上也会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。OK， 我给麦克风收音一下。它会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，那是它用自己的身体摩擦产生出来的声音哦。应该是要来吓唬敌人用，来放在地上试试看。
如各位首先可以翻到这些深潭里面非常多的鲤，所以我今天也有准备一项法宝，这个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万香粉又来了。好，等一下我就是把饵调好，包在这些小钩子上面，然后丢下去。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来吃了，试试看。哦，这只马口很肥，好肥哟、哦！转侧面，然后转一圈，哎，转。快哦！哦，终于干到这个真爽。哎，哎下，哈哈，是肥鲤鱼啊、哦，小小只的，但是搭配鳟鱼干拉起来也是蛮爽的、哦，又小又肥，又小又肥，蛮好玩的。来，再钓个几只看看。到一只哦，我发现他们有个习性啊，只要有一只跟着抢，他们其他后面的也会跟着抢上去，所以咬饵会比较凶一点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笑太爽了吧，真的太爽了，一群涉世未深的小朋友，太爽了啦，小肥鲤啊，太爽了。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标点，这个标点也不错，也是水刚好冲下来的地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种地方一看就是非常多的鱼啊。哦，嘿，嘿嘿，哇，一次两只啊！这两只哦，也是掉下去了，酷啊！我收到那罐子里面啊，我那还是罐子。来，给各位观察一下，这只大肥马，蛮肥的，这样子就比较好。大肥马，
放回去吧。那个热点，这是一个热点哦，一次中两次啊，哈哈，舒服舒服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哦。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夏天来溪钓的哦，在这边这种环境下来，身心灵都可以得到舒压跟解放。想说结尾就这样简短一下就好了。那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别忘了去追踪我 IG 还有我 Facebook 粉丝专页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